41岁的林心如今年1月生下女儿，不过2个半月光景，23日为苏有朋新片《嫌疑人 X》的现身站台公开露面，就已经纤细又靓丽，身材恢复速度飞快。林心如瓜子脸外加细腿，露肩洋装巧妙遮住了产后较丰满的上围，不说你真不知道她是刚生完小孩的人。23日早上，她从北京搭机回台湾，低调戴着毛毛墨镜，但疑似因奔波清晨感到疲惫，始终面无表情，身旁跟着2名助理帮忙拿行李，不见老公霍建华。随后车辆开往住处附近，让林心如一解和女儿的相思之愁。才2个多月就恢复成少女的曼妙身材，林心如被问到如何产后瘦身，她谦虚地说：“因为还要哺乳，没有认真减啦，就少吃油腻的。”仔细一看菜单，暖身、少糖、少油是重点，看得出用心。她也苦笑说：“还没开始认真运动，下个月吧。现在就做点普拉提，以手的训练为主，希望能让手臂线条漂亮。”